哦，同行，在梦想中你是唯一。多少勇气才能前进，找到勇敢做梦的心，遇见了你就是奇迹，让我拥有全新的生命。 Oh someday someday 找到自己，我是归零。 Oh someday 想起了一直陪我奋不顾身的你，陪着我前进，不管什么风雨你都答应，会听我听到底，又是我从来没忘记，我们的约定要成为彼此独一无二的旋律。前进，你们一个杀猪的，一个打电玩，还可以聊什么人生哲理啊？那当然，我跟老爸什么都可以聊啊，对吧？这是 miss talk， miss talk。站起来干嘛？哎，别屁股痛，坐太久，活动一下筋骨。没事没事，坐坐。坐下来干嘛？不知道母后还有什么事情吩咐。你跟我进来，你继续吃饭。我还没吃饱呢。废话，早说进来。不是说吃饱了才好上路吗？进来！不，这哎呦，这木板太厚，我怎么什么都听不到啊？该不会壮烈成人了吧？你在这里干嘛？我吃太饱，走一走，走一走。爸爸嘞？他不饿，不吃了，我们吃吧。还不跟我来？来了。今天小王子不知道怎么了，要排骨给五花肉，要半斤给一斤，继续这样做生意啊，早晚会赔死。哎，赔钱事小，重点是伤身。你看他那个样子，一脸憔悴，双眼充满血丝，精神一点都不集中。偏偏这个时候啊，他那个刀还是一样快、狠，但不准，看得我是头皮发麻。很危险的，那就不要让他看店啦。可是今天猪肉精也没有来啊，放着阿伟一个人顾猪肉摊呢。再这样让他继续剁下去啊，恐怕会出事。怎么了，切到手啊？我没有切到手。那你没切到的时候，你叫什么叫？想吓死谁啊？我是懊悔，懊悔，你懂吗？我今天发现前腿都卖光了。阿姐，不好意思哦，让你白跑一趟。阿姐，嘿，哎，他。
好像昏倒了。昏倒？站着昏倒？你一下子喝这么多咖啡，对身体不好吧？根据 EFSA 欧盟食品安全局的建议，以及 ILSI 北美分会于2017年4月所发表的咖啡因系统性回顾成果显示，成人一天可吸收的咖啡因为400毫克，相对于每天可以喝3到5杯，每杯240毫升的咖啡。2、3、4，所以这已经是第5杯咖啡了。你再喝一杯的话，就会失焦觉哦。你们是没看到我脸上有什么啊？雀斑，鼻死啦，鼻死！你怎么还没死啊？你们两个眼睛是有问题的，没看到吗？黑眼圈，黑眼圈，这个影响我帅气的脸庞哎。那你干嘛一整晚不睡？我是，不要说打电动打一整晚哦。我也不要告诉我你昨天晚上看了一整晚不该看的东西哦。我绝对不相信你用功一整晚在 K 书。你们可不可以让我把话说完？那你说快一点啊。是因为你爸吗？对。谢谢你说到重点了。你妈知道了？哎呀，没有。你不是要我跟她聊聊吗？我跟她聊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妈就出现了。然后晚餐吃到一半，她就被我妈抓到房间里面去了。然后我在外面只听到啊的一声，然后我爸就没有出来了。就连今天早上开店，他都没有出现。至今，生死未卜。我那个忧心啊，那个郁闷啊，你叫我怎么样睡得着啊？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啊？我知道。你爸有小三，他劈腿。我的第六感果然没错，他有小三。你到底在嗨什么？华人世界最后一个情比金坚的忠贞男子，就这样断送在一个小三的手里。小三果然是专情男人的终结者。不行，我绝对要斩断我爸烂桃花，阻止小三入侵，要不然我们林家就要面临分崩离析的命运。你也不要想得太严重，离婚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的事。事情又不是发生在你身上，你说了当然轻松啊。我父母在我刚升国中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所以我现在非常能体会你的心情，也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千万不要钻牛角尖，不然你很容易伤害了最深爱的人。你话说重点了，我不是担心我爸跟我妈会离婚，我是担心会有比离婚更恐怖的事情。林志坚，你这个负心汉，竟然连这个都给我带回来！我们婚前的山盟海誓，花前月下的甜蜜蜜，难道你全都忘了吗？我全都忘了。小丽，你哪位啊？我爱的人是他，我的心里没有你，只有他。哎呦 ，baby， 亲爱的，别冲动，有话好说。你既然不仁，我就对你不义。你既然对不起我，我就对不起你的爸爸，还有你的妈妈。砍刀！
不，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是真的，一切都是真的。谁叫他背叛我？把小三带回来，他应该是受报应的。不要笑，不要再笑了。儿子，妈妈，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妈妈吧，不要来找我，也不要打听我的消息。如果有一天我被抓去关，也不要来探监。你打算怎么阻止小三入侵？最好不要太高调，最好让他知难而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拍下监叔跟小三的不雅照，让他们退了。我爸的不雅照想起来会真的太不雅，我不想流传。那找比监叔更好的男人，让小三移情别恋。哎，这不错，要比我爸年轻，身高要够，而且要有男人味。最重要的是身材，有肌肉的最好。我已经有异议了，我绝对不会做出背叛他的事情。不如找魏子良啊，反正他那么会把妹嘛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他一出手，小三都举手投降，投入他的怀抱嘞。你胡说什么、啊？我哪里会把妹了？哎呀，不要谦虚了啦。那天你不是把依依逗得很开心吗？啊？我好像闻到一股醋酸味。大力，你不要担心，不用多想，子良他不会跟你抢依依的。多想是应该的，毕竟子良只花了1小时28分37秒就跟蔡依依的 LINE 交换账号，而当初庆元却花了2星期又5小时46分19秒才拿到的。光这一点，胜负立判。就算事情是这样，你也不用说得那么清楚嘛！欸、大力，大力，欢，男人的心也是很脆弱的。我错了，我会再找时间安慰他的。啊！哎呦！好，好大哦！我来吃一个。哎呦！好甜呢。我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啦，你吃饭没？吃啦。你不在看电视哦？对啊，你爸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特别黏我，就叫我陪他看着电视，然后聊天。你看，连猪肉摊都不陪你去啊。都因为你啦！我昨天就误会人家不爱你了，所以我今天要展现出全部我对你的爱。来，哦，吃葡萄。好甜哦！不能心软，坚持作战。我要跟你们聊天，我要跟你们挤。哎呦！你在干什么啦？哟，你跟小孩子一样这样挤，你看，这，哎呦！对不起
行吗，妈？你们两个闪成这样，我眼睛都快瞎了，看不到路嘛。这咖啡弄上去都会洗不掉的啦！赶快换，赶快换起来，坐，对不起。够了，哎呦，全身都甜滋滋呢，我帮你洗哈。啊，快去洗，快去啊，快去！哎呀，讨厌！好啦。童年记录先看。太多女生的电话了吧？到底哪一个才是小三呢？一定是他。徐丽丽年纪小，兼数一岁，做精品业务。难怪，搭配得体，品味高雅。婚姻状况是已婚。哇，难怪，原来是有妇之夫跟有夫之妇搞外遇，会不会太刺激了？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这句话一点都没错。就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能够入土为安的爱情，总比曝尸荒野好吧？干嘛不看我？我说错了吗？没有，你说得很对，很有哲理。所以我妈跟我爸的爱情原本已经入土为安了，现在要因为小三变成诈尸吗？这样躺进去又曝尸荒野，这故事听起来好悲惨哦，好冷哦。不会啊，还蛮舒服的，外面超热。你们已经开始讨论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大林哥跟我说了你爸和小三的事，我也想一起帮忙击退小三，把你爸爸带回家。我不是故意说出来的，我先是说我们组团的事情。小林哥，你不要怪大林哥啦，是我自己想要加入你干大事天团，所以我才追问大林哥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大事。既然都是干大事的成员，讲清楚说明白也是应该的呗。大林哥嘛，啊，好吧，既然都是干大事成员，就一起坐下来讨论。你坐。看样子又碎了一地。依依不是刻意的，她纯粹是下意识做出的选择，听从心的声音。意思是说，他的心选择了魏子阳，对他比较有好感吗？好像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对不起，江大老师。需要一杯狂野的饮料，来释放我内心的苦闷。大林哥怎么了？他现在负能量激发中，生人勿近。别理他，我们继续。现在已经有了对方的资料，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该怎么处理。为难女人的女人，我认为应该先跟踪他。了解他，掌握他，然后劈了。甜心子，不小心露出本性了，sorry。
不然我们就找她老公出来谈，然后让她老公把她带回去，好好管教一番。可是万一她老公管不动她，她老公就直接跑来找我老爸，把我老爸给劈了，该怎么办？我觉得先不要让双方的另一半知道比较好，不然事情很容易变得更复杂。嗯，李欢，你觉得呢？我先 pass， 感情方面我不拿手。我想了想，还是要问清楚。快刀斩乱麻。没错，快刀斩乱麻。干脆我们就直接约这个女的出来，然后看看她到底想怎么样。啊？赞成。我也赞成。就这样吧，大林哥，你给的建议很好哎。其实。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建议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问清楚，快刀斩乱麻。哎呦，我紧张嘛。别紧张，我们都是你的伙伴。你已经知道许丽丽了。就是你打电话给许丽丽的。你是？我是许丽丽的老公。我老婆跟你老爸搞在一起，这遮羞会可不能少。好，另外。恐吓哎！心跳的加快，当我看你走过来，画面忽然停摆，慢动作的节拍，你笑的开怀，值得所有的等待，阳光多灿烂，替代了我的独白，暂停，现在瞬间我只想看着你，让所有的暧昧归零，即使开始从我们在一起。